在这个舒适的晚上观看球队比赛的各位观众，晚上好！赛前仪式呢，确实很精彩。今天真是个好天气啊，好久没有这样的天气了。这样的天气也是好到没有朋友那种，双方的球迷都互不示弱，现场的气氛也很热烈。我们感觉这样的天气，冲个咖啡，看个比赛，那太爽了啊！好了，一起来看比赛。好的，双方的较量开始了。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啊。球转移到了右侧，巴尔维德一次犀利的防守，好漂亮！球现在没人拿，谁能先抢到呢？加维真正继承了加泰罗尼亚足球的衣钵，那里的足球哲学强调控球、护球和支配球，无论场上局势如何，始终相信自己，并作为一个整体。能否把握住机会？打进球！难以置信！来脚凌空怎么样？无可挑剔。有些球员就是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位置，总能预判球的飞行路线，快人一步拿到球，漂亮！我猜双方应该都没有料到这样的局面。无论教练在赛前对球员说了什么，奥斯曼·德贝莱送出了一个任意球，这是一个边线球。球又出界了。巴尔维德在左路一路突进，很好的跑位，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。起球，这个球踢的是又高又远呀，这是要传给观众吗？这是个快攻的机会，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。他选择打门，没问题。比赛才刚开始，对方已经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了。中场拿到球只是开始，他们凭借手速刀般的传球和冷静射门抓住了这次机会。这个局面可以说是相当的乐观呀，整支球队就像得到了玄学的加持一样，他们已经势不可挡了。接下来两队的比分可能会被继续扩大。哎，这横传球没传好，真是可惜。奥斯曼·德贝莱，王牌对王牌，我们期待他们之间的精彩较量。加维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，他抬脚失手。哈里姆·本泽马分到右侧，巴尔维德他成功的将球破坏，他应该知道这种传球简直是在浪费生命。卢卡·莫德里奇，范迪克有机会打反击，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向外找到侧翼，打一脚，一脚劲射，但是被门将拒之门外。这才是精彩的扑救，这是教科书般的扑救，他凭借惊人的反应速度化解了险情。头球冲顶，他将球清了出来，突然出现了反击的机会。角球既是机会，也可能蕴藏危机啊。卡拉斯科头球攻门，门将表现十分神勇，转身向后传球，
卢卡莫德里奇，费德里克巴尔维德，这是要传给空气吗？一次很漂亮的防守，及时阻止了对方转身。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他们在球场上竖起了一道墙，本可以成就一个好球啊，只需要传球再好那么一点点就行了，想法并不是不好。 Two added minutes has been indicated。 费德里克巴尔维德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，半场哨声响起，Substitution on the field. Number 10, Modric. Number 9, Number 30. 我们再次回到比赛。Coming on the field. 迪迪格位置非常好，断球成功。Georginio. 丹尼克卡拉斯科。Number 20. 快速向门前推进。Number 18. 一记直塞球。Griezmann.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。本泽马。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波斯蒂奇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，这一下算是制造了一些麻烦，不过对手处理得很好，成功断下皮球，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。马金尼奥斯，哎，你仿佛可以听到教练席上的一声叹息啊。格里兹曼，罗德里埃尔南德斯将球转移到了侧翼，后卫最怕这样的跑位，球打到中路，防守漂亮，太及时了，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选择边路，如果路线再合理一点就好了。吕迪格做了一个抱歉的手势，他的意图完全被对方防守球员识破了。Substitution on the field, number 21, Dembele. Coming on to replace him is number 15, Federico Valverde.往前传，路易斯菲戈处在非常好的位置，莱万多夫斯基，格里兹曼，门将表现非常给力，这次机会不错，险情得到化解，发动反击，就很快来到了另一边的半场。巴尔维德，久保建英，一次犀利的防守，丝毫不给对手机会，回传，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。身体优势，这一点让对手很吃亏。久保建英，路易斯菲戈，非常准确，他已经预判出了路线。科斯蒂奇，
本泽马，据孔子的《论语》记载，哎呀，球被截了下来，前面有空当，现在他的前面一马平川。精彩的对决，他显然是在全身心享受着比赛，要是能赢下来就更好了。前面有队友在跑位，时机不错，高高跃起，继续继续继续，领先三球了，比赛结果已经分晓，已经四座的头球，太轻松了，这球顶得很扎实，能够将球顶到想要的位置，要论攻击能力，他可是当仁不让。Number 13, 打入三球而一球未丢，真是摧枯拉朽一般。Robert Lewandowski， 看起来是个漂亮的传球，但还是传偏了，这很让人意外。Substitution on the field， 现在应该迅速由守转攻。Coming on the field， 有很好的传球机会。Number 11, 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呀、啊。罗斯蒂奇。这球只要传得再好一点点，结果就会完全不同了。防守球员已经预判到了，隐蔽性应该再强一点。防线脑洞大开，哦不对，漏洞大开，啊，犯规了，给了个任意球。巴尔维德，这下让他倒在了地上。劳尔，巴尔维德，这是要传给空气吗？伊斯官员举牌示意补时至少三分钟。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。罗斯蒂奇处在空旷的地带准备接球，成功解围。他一脚将球清走，球出了边线。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，头球传到中路，球被破坏出了危险区域。纵身跃起，哇，门将力保球门不失，现在看看谁能够先抢到皮球。伤停补时时间已到，裁判的哨声响起，这是一场屠杀，一场歼灭战，一场大灭绝，这一切对他们而言啊，太轻松了。年轻有为的蔡指导，你对今天的比赛有何看法？